说呢，你这个可以试一下，到时候可以试一下，斌哥，尝一尝试。因为脚上它起的那个大泡，对对对，一步不敢沾地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，都需要锻炼，是吧？以前人走50公里拉着东西，可能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以前人出行基本靠步行嘛，50公里的100里地啊都。啊，走的多了，自然有耐力了，是吧？跟你偶尔走一趟不一样的。再者说，现在人，基本上都虚，走50公里。我们这次一路奉神开始的时候，明天，这中间呢，给四舅商量一下，你这次有个活儿，不说多，走50公里，看能不能完成。那你咋办？我反正我扫个小孩天跟着他。我给你背着包，我扫个小红车跟着，试一下，锻炼一下。那我又不拉东西，50公里我感觉没问题。50公里这样，50公里给你12个小时够不够？那应该会够啊，是吧？你太年轻了，斌哥，这样玩会被我玩死的，我操！你得50公里，你走的话，你得15个小时，还不够。这么久，往后面就是每迈一步，那腿跟关节了一样，我真的深有体会，太恐怖了。你说这样说，以前人体力真是好，好，现在跟以前的人没法比了。当时为了收7个摩天轮，我操他妈，操他干嘛？干了他妈80。就是走着走着很容易把人的心态给走崩。自行车骑着，那自行车只适合短途，那骑着烂当，骑得久烂当。就是说你才走个10公里、20公里的时候是没啥问题的，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可有劲了，这有啥？一到30公里再往后面，就明显就不同了，因为你首先呢，先不说腿多重。首先，你的脚会开始烂，就你的脚会开始先起那种泡，起泡，然后开始疼，然后那泡呢越磨越大，越磨越大。哎呀，太恐怖了。斌哥现在预计什么时候到上海？斌哥可能对一路风筝还没有概念，所以说明天可以让他体验一下。我们预计明天出发，3号出发，然后我们15号之前到上海。15号吧，飘哥，到上海。到时候你过来玩，飘哥，好吧，哥，过来玩到时候。明天，我们在斗鱼的最后一期一路风筝，一天10公里完结篇。一天不足10公里，才一天10公里。你不说12天，12天不到1000公里，啊、是不是一天不足10公里？你怎么会不足10公里呢？10天一天10公里，10天是100公里，这是1000。哦，你搞错，搞错，搞错。标出啥？没看到。你俩走之前量个体重，看看过去咋样。飘哥，你有看过？你还没有看过一路风尘吧？应该，你应该还没有看过。那明天可以欣赏一下，真实到爆！我讲真实到爆！有时候他妈的搭个车，半天他妈搭不上一个，咱们用拦车，拦不上。感谢太随便了啊！没有你，你这么可以看一期，也不亏，真的真实到爆。明天我们将开启一路风尘之河南到上海。所以今天吃点好的，花生米使劲吃，管饱。这一期往后面再想看也看不着了，这种节目几乎也就鸡巴这个样子了。
我推30公里，咋不说？明天斌哥就都能体验了，他都能够体验体验，兄弟。最后一天了。让斌哥明天体验体验啥感觉？明天兄弟，明天就开始了。明天就开始从我们夹县出发，然后呢，一路风尘之上海行，全程24小时直播。然后呢，一切准备好，好来个。然后呢，就从明天开始，感谢爹你们，我们又要24个小时见面了，兄弟，就真的要24个小时见面了。带你们看看街景市集、人间烟火，各种各样的兄弟，最真实的人间在人间，兄弟，带你们看看，就是一路风尘，就是最真实的在人间，兄弟，能够带你们看到一路上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事儿，也就是3个字，在人间，兄弟。我以前做过的可太多了，兄弟。回忆回忆我以前的一路风尘，出门余额被大哥给打没，开到直播问别人要饭，去村里面嫖人家，去村里面要馒头吃，晚上没地方住，大冬天下着雪，找个桥洞生个火，操，第二天醒了饿得饥肠辘辘的，余额还是负1-2千，继续走路。哎呦，哦，哎呀，做2期节目呀，我的生活习性都变了。以前是喝茶，现在口渴了，马上想到啤酒。口渴想整2杯。具体看雨爸爸兄弟，今晚，欢迎我胖妈。今晚吃完饭之后呢，我可能我会发一个雨爸兄弟们。规矩大于天，一路风尘的规矩大于天，兄弟啊。白天我们一路风尘，晚上9点后进入夜间转盘玩，就是一个字，兄弟，玩。说完这句真的不会再做了，这种节目太辛苦了。明天开始兄弟啊，明天开始24小时直播。欢迎未来哥，欢迎未来哥。24小时开始，24小时直播，夹县至上海，一路风尘，兄弟，带你们看看在人间路上的形形色色的人，形形色色的事，人情冷暖的人间。在斗鱼在搞这么一期，完美收工，潇洒呀，完美的就收工了。感谢爹爱你们的这个初一初临一星啊。对，夹县到上海，到魔都，兄弟，上海。来喝点，明哥，明天就喝不着了。哎呀，你这明天你是还不知道一路风尘什么一路风尘，还不知道。啥也没吃，一会儿又吃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就是图搭。一个图搭模式，飘哥，图搭模式。图搭模式就出稿。浪子的心情，中间路过。要搞的，要搞的，就是我们这期的一路风尘，兄弟，它属于老一路风尘。往回走，那不能，那不能，往回走，大哥，大哥，这是大哥。这期的一路风尘没有什么新玩法，兄弟，它是最老的老一路风尘。我一路风尘第一期就是图搭。第一期就是图搭，所以说我们这一期也是图搭，老一路风尘老玩法，就回忆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经典，
做这么一期，然后完美收工了，兄弟。淄博嘛，不去，兄弟，不去，不去。大雨，啊？感觉胖了，胖了哈。嗯。大雨没事，兄弟。大雨明天冒着雨出发，就这么牛逼，就这么牛逼，斌哥，老主播就是这么狠啊！冒着雨出发，我们起步有余额，不可能我们一开播谁都来，冒着雨出发。明天别说下雨了，兄弟，下雨时那也得出发，兄弟，牛逼都吹出去了。明天天上下了陨石，我操，斌哥，我们拿个锅盖挡着，我操，也得走。拿锅盖顶着，被这个书包拿个自来杆，我操，冲！牛逼都吹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下大雨喝冰子再喝点儿，哎呀，那不能，兄弟，那不能不能。一般我这人吧，第一天都感冒了，会前来人民医院住到15号。不是飘哥，你兄弟我这人。不做节目就不做节目，那就一个字儿，两个字儿，恩混。做节目就是非常认真的呀，我的好哥哥呀。放心，预计15号到上海，16号阿珂在上海最贵的饭店请客。16号，到上海搓一顿，那么大的螃蟹，斌哥，到时候你一个手拿一个。茅台都不用这个杯子，用他妈炸逼逼喝茅台，喝不完了洗洗手。到上海之后真的给斌哥，对了，那个和平饭店是吧，我说过，兄弟，等我再干几年直播，我把上海的和平饭店给买下来，开一个河南胡辣汤，到时就这么牛逼，我他妈给他买下来，改成河南胡辣汤。等我有钱了，我就这么做。上海和平饭店直接的盘下来多少钱？盘了之后，给我卖胡辣汤。别拉倒。到时候真的，上海的和平饭店就卖我他妈我们家乡胡辣汤，兄弟。这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是在我们这边，没在那边。8点半，哎呀，好久不去那边吃了。去年胖哥我俩在那边待了鸡巴半年。吃饭没胖吗？有房管在没？把这个内裤随风飘给我封了。什么当服务员？你打谁脸呢？去了起码是经理。对对，孟哥，去了你起码是股东 ，CEO。让我飘哥啥也不用干，给我飘哥搬个椅子，我飘哥天天喝胡辣汤，坐等分就喝胡辣汤闹呢。欢迎孟哥当什么服务员，到时候飘哥你是股东，你就搬个沙发往那个地方一坐，端着胡辣汤，一个手端着，一个手指挥着，哎，把地扫扫，把那个谁谁啊，把盘子刷一刷。我操，你不能洗碗的好吧，明天吃饭孟哥当什么？我的服务生，我的打谁脸了哥你？没面啊，吃没面啊哥。不过该说不说啊，这次到上海的话，清晰啊，没有啊，还是这个手机。这次到上海的话，兄弟啊，我确实要好好的请大家吃一顿，玩一下。这个话不敢说啊，买下来改成河南粉的，这个话不敢说，兄弟。不说多的，先把四舅的住宅给买了，改个饭店。你说那个和平饭店的话，如果包下买下来3000万够不？那我不知道，3000万能买下来不？差不多3000万现金。我见过那个饭店，在上海，就是很牛逼的，我操，和平饭店。3000万，兄弟，千万呀，不是3万，3000万。
33000块，啥大哥你？来吧，老马来，接着上，对吧？来，那老马好。小弟，来这来这来这来，咱夹饼吃，夹饼吃，欢迎各位大哥们啊！留一串吧，留一串吧，先。不知道，反正这次我到上海了之后，兄弟啊，飘哥，到时候孟哥你们想去玩，还有兄弟们你们就去玩，阿珂请客，阿珂请客，就是吃的别管了，就是阿珂请客，就是我们喝酒不喝别的，只喝茅台，这个不吹啊兄弟啊。放下吧。好。哎呀，夹卷吃碗饸饹面，那不是随时的事。孟哥，你搜一下你们许昌有没有张红旗，有没有这个店儿？有的话你别管了，你直接去报个名就行了。你搜你们许昌有没有？人家说烤串，吃去就是去淄博吃烧烤嘛，必须得会一个动作，就这样。那不去淄博也能，是吧？就是这个动作的话，就是就这样了。撸串就是这这个动作必须得会。吃饱好伤了，我操，大哥，这话不会不会不会，你放心吧。嗯。不用花钱。嗯。反正孙子必中，手机啥的都不用带，到那里直接报就行了。来吧，20块钱饸饹面，不要面只要肉。给钱，我认识阿珂，那不用了，说你加10块钱肉，不吃。好，吃点吧。这家串烤的不错啊，嗯，味儿，小猴正好，可行，焦香，我刚才去看了一下，他用那个烤炉呀，是用的电的，电烤炉没有烟火味啊。但是温度好把控，是吧？真的是。这边的辣椒不够辣呀，酸点。嗯，有点酸，辣椒。酸皮皮。吃完。有点酸哈。没吃出来。对，兄弟们，明天这个直播间将上映我在9年在斗鱼直播9年来最经典的一期节目《一路风尘》，也是最后一期，真的是最后一期，兄弟。明天开始，全程24小时直播，夹线到上海。24个小时，从明天开始呢，我们直播间直播从夹烟到上海，24小时直播。15号都周一的，早点到应该到不了，飘哥，我尽力。为啥呢？因为当年我做一路风尘的时候，去陕西的宝鸡600公里，我用了13天的时间，图达。这次上海是1000多公里，24小时直播的话呢，就是说。就是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拖的，因为我们路过的城市呀、地方啊都是未知的，啊，不分开算，不分开算，那个太麻烦了。就余额就一共多少，一共多少？然后的话呢，就是，你有时候拦车呀，人家让不让你坐呀，或者你嫖饭呀，嫖不嫖得到呀，包括大哥让我们在路上搞啥活呀，
这都是中间很浪费时间的。我觉得不好说，这个真不好说，看运气票，看运气，真不好说这个事儿，不好说。你运气好的话，你对吧，才能够搭点车。那如果一直嫖不到饭怎么办？一直嫖不到饭怎么办？如果说一直嫖不到饭的话，跟羊肉串搁一块儿吧。好，那就直播饿着嘛，就是这样子了。其实我们就那就直播饿着嘛，以前就这样子的。我们中间，因为我们是途达，中间会有一个玩法限制，比如说哪个大哥刷什么礼物或者抽什么奖，限制我们今天不能搭三轮的三个轮子的车，不能搭四个轮子的车，只能搭两个轮子的车。比如说我们两个轮子怎么坐？摩托车呀，搭摩托车呢，搭电车嘛。你坐前面，我坐后面，咱俩给挤一挤嘛，挤一挤嘛，兵哥，到时候你的就是这样子的。不要担心我一路风尘怎么样，这次鱼吧里面还是写上老规矩，两点：一，规矩大一天；二，我说的每一句话具有法律效应。有哪个兄弟想赚钱的，可以偷拍我们或者跟拍我们，发现作弊一次，阿珂直播间里面奖5000人民币，兄弟，和以前的规矩一样，黑字白字写在那个写出来，谁跟拍我们，发现我们偷吃了。作弊了，一次5000块，兄弟。看过一路风尘的老人，我就不过多去解释了。有一些新观众他没有看过，那请你们慢慢看吧，兄弟。来个青椒饼子，青椒鱼，好。多吃点，以前一路风尘有个水友跟拍我，跟了2天，后来觉得没意思，他走了，真没作弊。他也找不到那个有的，你嫖哥他们都没有看过。没有看过这个节目，正常的兄弟，正常的。回馈版兄弟，明天开始。看这板筋烤的咋样，兄弟？我操！这他妈一块3个，老老了。这我操！这被偷吃一个，每串都是4个。这个牛板筋，太挑了哈。啊，这个的，这个他放这个柠檬的话，应该这样子吧，柠檬的。不需要吧？给点柠檬水可能好吃，就料到时候这么吃的。哎，那个，咱也不知道。尝这个秋刀烤的咋样？
秋刀鱼。他这家的饼老厚呀，不错。林哥今天好帅。嗯，有眼光，有眼光。你一夸斌哥帅，斌哥都想，妈的，大车卖了送你了。斌哥向日本明星发群里了，谁啊？不觉得呀？一会儿发群里，一会儿发群里。加藤兵。加藤兵。没有这个人吧？有。啊？有，他是个著名的，著名的一个日本的那种。男友加藤兵，有的，有这个人的。那这你像的人都那么正面，我像的人那都负面的。我是有时候在直播间里面表现的猥琐，你是长得是真猥琐，咱俩是不一样的。我是在演一个猥琐的人，而你是真的猥琐，不是真的，就你长得是真的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在后面学校，在学校，我儿子在学校。那我只是有时候就扮演一个猥琐的角色，而斌哥是。哎呀，你看这一笑，你这别笑，你这一笑就。你就让他冰打啊！看到了吗？冰打！这边给我上个课了呀！我来试一下快点。这一点都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他要坑你，兵哥路上赶点心。哎呀，那有什么坑不坑的？那都是大哥点活的，阿蒙哥。行。头发可能比你多点，别的都还差不多。我觉得头发比你多点。我是直播的时候猥琐，然后斌哥这不直播也猥琐。啊，这人家是个艺人，叫啥？哦，德村一树，德村一树啊。哎呀，不是，一说到日本。那些演员啊，什么明星啊之类的，真不得不说呀、啊，斌哥来，你在镜头里面看，我操，真的长好多呀，对吧？真的都丑了头发，我真的长，头发长多了，真的是，我操，这真的喝酒喝的，我操，归功于啤酒，哎，斌哥的头发真的多了，你看两边都开始丑了，我操。好明显啊，肉眼可见，我操这个速度！我你不说我没不开这个直播的话，我还没有注意。不是今天它这个光线啊，如果是光线亮的话，逆着光速还是一样。
啊，还有人刺激你啊？这个石门刀刺激是冒充的，是我是假胖吗？喝多了。有人刺激你啊？天天都有喝啊，孟哥。我刚才还说了，习惯都变了。以前口渴的时候是想着喝茶，喝茶叶水。现在口渴了，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啤酒，整两杯。啤酒生发嘛。确实有这个作用。果然全天下没有正经的男人。你看孟哥他讲的这些话，这也是个不正经的人。希望人家女粉多私信他。这是真的看着很正经的一个人，对吧？文文静静的阳光大男孩。不是，有时候是可能误入歧途啊，一时间这个想法不由本心啊。那还是本性，本性就是个老色逼。我几乎是明嫂，他们都是闷嫂。那一天真的那个小心思，哎呀，明嫂，有时候你。天下男人都一样，我说。我快把你也带上了。能看酷酷直播的能有啥正经人？你操！至少大哥，至少你科哥不低俗吧？我至少不低俗呀，这个直播间，至少这个直播间不搞黄的呀。至少这个直播间不低俗呀。明天出发，不搞黄的，比很多直播间好多了。山上优雅，啊，明天啊，兄弟，该我们的一路风尘了。让我想想那个人叫啥来着？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说出来他们都懂。那没有热的好吃呀、啊，是吧？嗯。太烧热了。我的意思是吃的太慢了，放凉了。太油烧我。啊，不聊这些了。明天暴雨。查下天气。